6月11号15时41分许，一名老人突然晕倒在湖南省委大院东门。正在此执勤的武警湖南总队长沙支队执勤某中队哨兵李伟奇见此情况后，立即对其进行救助，并向值班室报告。值班室，值班室，老人在口吐白沫，请迅速派人前来支援。接到哨兵报告后，武警长沙支队作训科科长杨斌和中队排长李通立即带领应急小组和卫生员到达现场，并第一时间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因为老人的情况比较复杂，加上天气炎热，有30多度的高温，我们就先给老人做了伤势处理，并疏散了围着的群众，让空气尽可能的流通。最后，救护车赶到现场，中队官兵与急救人员一同将老人抬上救护车送至医院。目前，老人已经脱离危险，并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